Podcast 新科技，请问一下，有多少人已经拿了你的 iPhone 14系列的新手机呢？那如果你还没有买到啊，或者是还在考虑着要不要买，或者是其实也没有打算买，其实也没有关系的，也是可以看看一下，其实就是这个苹果手机啊，有什么特别好用的是干嘛，或者是有什么是必须要学会的等等的。这里呢，我都整理了，就是三件 iPhone 14系列里呢，不管是 Pro 啊、Plus 啊，或者是 Pro Max 啊，都适用的三大要点。必学的、必做的，还有必知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教学开始啦。平时呢，我们想要画圈圈的时候，是不是直接这样画呢？有时候还要画得特别的丑，然后还需要重画。其实呢，只需要多按一秒这样，它就会自动形成美美的形状了，是不是太简单了呢？还有就是这个批量的快速移动，不知道呢有没有人跟我之前一样，当想要整理这个软件 APP 分类的时候呢，在那边呢一个一个的拉这个 APP 呢，那其实呢你只需要长按住任何一个 APP 的图标，这样另外一只手点击其他的 APP 图标呢，就可以自动快速的整批批量的移动软件的位置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学会了吗？那我觉得呢，我们长期啊就是要用的手机啊，我都一定会找就是手机壳来保护一下的。那我现在就非常好奇了，你们平时啊都会买哪一种或者是哪一个品牌的手机壳呢？来留言分享一下。那我先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最近啊在这个Lazada挖到了这个宝藏的手机壳了，它是一家名叫永牛的品牌。那这个品牌其实它在马来西亚呢是还比较新的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还不知道，但是其实它在台湾是还蛮出名的，就是我之前呢是会从台湾运回来，现在呢就不需要运回来，可以直接就是在马来西亚Lazada或者是 Shopee 啊直接买到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。那这个品牌的手机壳其实它有什么好呢？其实就是呢，它的手机壳真的是非常的轻，而且呢就是它有所有的就是防摔啊、防烫啊、防刮、防滑，还有什么防指纹啊，我觉得它这一些要点全部都有了。这里呢也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入手了这个好几款的这个永牛的手机壳是长什么样子的。我个人是觉得呢，每一个款式都是还蛮简约，也是很高尚又很耐看的。而且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呢，它有这个独立的按键，那这个按键的触感呢就好像没有手机壳那样，是很顺的按，你听看看。那在防摔方面呢，这个永牛家这个手机壳啊，其实我有检查他们的网站，就是呢他们都得到了这个真正的美国军规最新的标准，这个防摔认证的。所以基本上啊，平时使用啊，或者是滑手啊等等的情形的话，其实都不需要担心，是完全足够防摔的。那当当当当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字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至尊的手机壳，就是这个 Curo Carbon 皮革的这个版本啦。那我觉得呢，它是 MVP 啊，其实是因为它是100%由手工制成的这个皮革，而且呢，虽然说它是皮革，但是它也是防摔啊、防刮、防指纹啊、防汗啊、防滑啊，其实样样都还是一样有的，是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轻薄，重点就是呢，它整个材质还有这个质感呢是很高级的。我觉得呢，它很像那种高级品牌卖的那种皮革材质，就是如果你喜欢高尚啊，但是又很想要低调奢华的话，就选这一个手机壳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呢在Lazada看到他们还有这一个 strap， 那我就买来试试看了。昨天收到之后啊，我就背了出去一下，其实还蛮方便使用的，就是呢它可以直接就是挂在脖子上啊，或者是当做斜肩这样子背着的，我觉得会更好看，你就不需要一直从包包拿手机出来呀，可以直接随手啊就拿来用的，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呢。而且它有很多颜色可以自由搭配你的衣服和穿搭。好啦，一轮刷了之后，就是保护了这个手机外观之后呢，当然我觉得还是最重要，就是一定要保护手机里面的隐私啊。那这些操作呢都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我觉得以前呢都没有人教我，所以呢我都没有做这些设置，现在我学会之后，我真的是觉得有必要跟你们分享的。来咯，我们先从这个隐私开始，关闭 APP 跟踪，还有就是关闭被广告分析的这个东西啦。我们就到设置、跟踪、关闭、允许 APP 请求跟踪、分析与跟进，再关闭共享 iPhone 的分析，再到 Apple 广告，关闭个性化的广告，就这样就可以关闭被跟踪了。那我们关闭了这个被跟踪之后呢，立马也带你来防止照片被偷窥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设置 Apple ID、 iCloud 照片，关闭共享相簿。那为什么
要关闭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我发现，当我们把我们的 Apple ID 呢登录在其他手机或者是其他设备的时候呢，这个 iCloud 是会自动共享我们里面所有的相册里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的，所以其他人呢是可以同步看到我们所有里面的资料的。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关掉。好了，其实呢 iPhone 呢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好用，而且呢是比较隐藏的一些功能和设置的。当然如果你没有遇到还想要知道的，或者是说你已经有在用着的，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对了，如果你们对这个手机壳啊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查看，就是他们的款式啊，还有就是价格等等的。好啦，我们就说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